记者林正平台北报道，萧亚轩昨24满39岁，许多粉丝在社群网站留言献上祝福。他今年3月爆罹患怪病，让原定去年底发行的专辑无限期延后，本来要在4月开跑的世界巡回演唱会也因为呼吸道疾病无法成行，最后一次在脸书发文是5月6日，承诺会赶紧回归，但现已过去3个多月，仍然人间蒸发，以往常打卡的闺蜜们 IG 都不见她芳踪。对此，经纪人也曝光她的最新近况，萧亚轩经纪人陈振川表示，她在恢复健康中都很规律在运动。他最近有通知我慢慢可以进入新专辑的练舞，但我没有给他太大的压力，毕竟身体健康最重要，已经开始慢慢进入状况。看来歌迷可以期待他的复出。萧亚轩神隐3个月的近况曝光。翻社脸书，萧亚轩去年8月出席微风信里之夜的模样。资料照，记者胡顺祥社。